我的天哪，这个最怕打雷了啊！晴天霹雳是凶兆啊！难怪那朱老师追了我一路，不行，我得赶紧逃！想跑？ 真快！天雷劫还碰上钟药师，我可真是倒了血霉了！哎呀，说什么硬伤也不用这么灵吧？这是死了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啊！头好痛，这身体到底经受了什么？ 幸亏心思不久，还有人气，有了这身皮，暂时啊，老天爷也拿我没办法。你看我，哪里有办法吗？大王，怎么还追着我不放？我只是只小狐狸，能有什么坏心眼啊？你是妖，只要是妖，就会在人间作恶作祟，就得死。你们人都这么偏执吗？我连一棵花花草草都没伤害过，你讲点道理行不行啊？少废话。 你是什么人？不分青红皂白就杀妖，你的法号是法海吗？这是哪儿冒出来的小泥鳅？你才是小泥鳅，我是龙，上古真龙，连个像样的龙角都没有，还上古真龙？你飞龙再添一个，我看看。飞呀！我看你能飞的高度大概跟个 山鸡差不多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就算你是真龙，又如何？敢管我的闲事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要找的人就是你，最强捉妖师符语，天灵子转世，让妖界闻风丧胆。神仙大驾，小鬼快溜！但如果得了你的炼丹，我就能得到最强的灵力，或许我就能长出龙角，飞升青羽。所以 我要杀了你，夺取你的炼丹。岂不可失？溜了溜了！你死心吧！你打不过我的，是吗？你喝的什么？妖不醉。 什么是妖不醉？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原有因果，妖有善恶，放过那些无辜的小妖怪吧。笑话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无害的妖怪？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就拿小狐狸来赌。这本原是我的命根子，你们敢抢，跟你们拼了！这河水是你们名字了吗？你们叫他，他答应吗？我赔。 你这是臭流氓！你才是流氓！你才是流氓！兄弟们上！上！打什么打？溜了溜了！这人类真奇怪，河水这么多，根本就喝不完，非得争个你斗我的。哼！哎，奇了怪了，我刚才明明看着逃跑过来一个河东村的小崽子，那边看看。 谢谢你刚刚救了我，不然我可能又……
这只狐狸跑哪儿去了？小泥鳅，先喝酒，拿酒来。你知道酿妖不醉要花多久时间？不能说像吧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白起大人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啊，还不快逃命！不错嘛，想不到你小泥鳅还可以酿出这一手好酒。冲着这一口，就算你是坏泥鳅，我也舍不得杀你。承认了吧？一万只，你自己想死，还杀那么多无辜的妖，你自己冷血无情，就说妖善恶不分。好，那我跟你加码再赌，如果那只小狐狸害人，我不仅不要你的炼丹，我把我的命一起奉上。你说的。妖气漫天，必是那小狐狸惹事。要是那孩子伤了性命，我把你笼禁。你来的也太晚了，等你等的都睡过去了。哎，我杀鸡去了。你看清楚，人家在喝酒吃鸡，好不痛快。你在这里喊打喊杀，大煞风景。好酒，虽然比不上你的麦饼经验，但这真是我能找到最好喝的了。我从村长家偷的。纯种的锦山鸡，我为了抓它差点现了原形。现了什么？被抓了现形。这酒太上头了，我舌头都快捋不直了。这狐狸到底想干嘛？大家打起精神来啊，防止河东村办人闹事。沈令狐，我刚才看见祝平跟河东村一个小崽子在河边吃鸡呢。敢在我们的地盘上吃鸡，那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好，走。我的茶。茶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做的茶，你要不要来点？我觉得把这个泡在酒里味道一定好。哎，胡闹，这酒跟茶是两种东西，不可以放到一起的。咱不也是两种东西啊？不是，两个村的人，那不照样能当朋友？管他这么多，只要开心就好。嗯，你说的对。敬我们岁岁年年如今日，明月长河，共此杯。我没你那么有文化，那就祝我们烤鸡配酒，越喝越有。偷不完村长的鸡，我誓不变心。好，来，
小心！是坏人，真的，他没有参加过抢水源，他是河东村的人，敢闯进我们地盘就得死。甭跟他废话，臭小子，看爬！之前死过几个人，平时没有人敢来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哎，伤得不轻啊！我有个祖传秘方，能帮你疗伤，但这办法不能被外人看见，所以我疗伤的时候您得把眼睛闭上。什么祖传秘方？这么神秘啊！你该不会是要往我手上尿童子尿吧？闭嘴，闭眼。哦，好了。走了，护山，快回去吧。嗯，以后真的见。幸亏曲老见多识广，把他控制住了。要我说，天天跟妖怪混在一起，说不定他也变成妖怪了。就是，走吧。
朱鼻现在在哪儿？他在村东头他们家呢。他就是个傻子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我们盯上了。让我待在家里养伤，每天还要给我做饭吃，当我傻呀？你们肯定没安好心。三十六计，兄弟，我先走为敬了。天终于黑了，希望朱平看到我这副样子不要吓一跳。不管了，先救他要紧。我的妈！起开！滚开！给我钥匙！快来人！朱平，朱平，你别怕，有人救你了！妖怪在哪儿呢？徐老庄的门口，门给我打开！果然来了！你这臭妖怪，他敢找上门来送死，快滚！再说一遍，就是，再说一遍，快滚！滚啊你！滚！既然这样，是你们逼我的。你滚啊！妖怪，快滚！你怎么还有脸来？你没事？别过来！他们说滚。早说过了，这是我俩的赌注，你只能当看客，不能出手干涉。从村长家偷来的酒，本来在河堤边还剩四坛，你弄觉得恶心，便还回去。不能！还好我赶上，好在半路听说村里来了妖怪，不是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为什么要回来？朋友，一个妖怪也配听朋友两个字吗？如果我知道你是妖怪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喝酒？居然还用石头砸我，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妖怪走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对对对，一只妖怪而已，我谅他也不敢再来了，不值得诸位大哥费心，各位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不对啊，你小子不是被关在家里吗？怎么出来的你？是不是那妖怪把你放出来的？哦，我回过味来了，你刚才跟那妖怪一来一去的，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？不是不是，我觉得这事不对啊，搞不好这祝平他已经变成妖怪了。啊，妖怪！妖怪在哪儿？放火烧！对对对，烧他！烧他！都疯了。这是活了的。你是我朋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讨厌你的。祝平，兄弟们，徐老现在正在全力救治祝平，你们跟着我一起。
你再挡我，都得死。祝平，祝平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把祝平还给我。是我，小狐狸，我就是祝平啊。一直觉得村子有古怪，原来是有邪祟。你别捂住了祝平，你要是祝平，我就是你爹。你这小狐狸还真有意思。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很喜欢心性纯良的好孩子呢。我对你的朋友也很好，不信你看。你和那个小狐狸感情挺好啊，是故意放走他的吧？屈老，您德高望重，您劝劝大家放了他吧。你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妖怪？他是我朋友。笑话，人妖殊途，怎么可能做朋友？妖怪可都是贪婪卑鄙，心机叵测。不是所有妖都这样的。不是所有的妖都是这样啊。你见过多少妖？像我这种专门以戾气为食的妖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之前为了挑起两村争斗用了多长时间？不过也不亏本，这次靠着这狐狸之事吃饱了力气，我还在村里发现了你这个老不死的，本来也活不了几天了。正愁没有合适的寄生体，你倒主动送上门来了。你个混蛋！下不去手啊！看个条件吧，你要怎样才能放过祝平？你的皮囊纯良，还有修行妖气的加持，我更喜欢呢。住手！让开，他已不是祝平。此妖专门汲取纯良人眼，散播凶戾之气，蛊惑人心，容不得。祝妖师大人，你的皮囊更好。大人，别伤害祝平。他已不是人。不，他是人。他不是人。他是人。我们狐族山峰神，我刚刚仔细查过，除了眼睛被击缝，其余部分还是祝平。他已被夺舍，你保不了他。我有一计。求大人成全。傅爷，你出来，有本事把我放开再战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傅爷，捉妖师大人，听见我还是人下不去手了？怎么杀妖无数，杀个人就犹豫了？放过祝平吧，我来给你击缝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在打让朋友全身而退的鬼主意。你知道我的击缝身是任何修为的妖怪都无法解的吧？知道。你知道你的一切会被我夺舍，而你不再是你吗？知道。那你还愿意救朋友？值。祝平，你果真是交到了一个好朋友。不用管我，放！快看祝平。我劝你别挣扎了，你的生命是我的了。眼睛都给你了，你能不能安静会儿？小狐狸，你们一个伎俩就能封住我不夺舍吗？唧唧歪歪的，烦死了。大人，我知道能封住他时间有限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祝平不知道能不能醒来，还得麻烦大人稍作照料。另外，我想求大人帮我去掉他的记忆，让他不要记得我，不要记得我这只妖怪。
深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不要看我，你走啊！我叫你不要看我。我是妖怪。是个妖怪了不起啊？你的样子，我早就见到过了。早就？你什么时候见到过？你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，你的尾巴会偷偷的晃来晃去，还有你喝多的时候，毛茸茸的爪子跟我勾肩搭背的。还有你给我疗伤的时候，你的样子我早就看到过。看来我超人的本事实在是熏透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怕我？虽然你的毛比我多一点，但我们的心是长一样的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楚平，最后的样子，你是个歹毒的臭狐狸，想让我死，我永远不会放过你。大人，我快控制不住他了。你有什么心愿，我替你完成。我做过不少坏事，偷过气，偷过酒，伤过人，死了不冤，唯一遗憾的是没再就着麦饼摆上一瓶那个配了烤叉的酒。我替你喝，喝醉为止。再见了楚平，认识你很高兴。我没死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妖也分善恶。你愿赌服输。这只狐妖年纪尚小，还未沾染上妖的狡猾习性，算不得输。哎，浮宇啊，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。自己明明为了救这只小狐狸耗费了不少灵力，你的混元炼丹可是我的，请不要随意消耗。你个豆腐心的臭豆腐。小泥鳅，你找死！臭豆腐！你！楚平，周妖师大人，请你杀了我。
喂，你。怎么回事？你身上没有妖气，怎么会有妖的恢复力？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确实不是普通人。现在，你可以杀了我吗？你若真是妖，你看见他，早就吓得逃跑了，怎么会主动来寻死？姑娘，若有隐情，不妨说出来。你确定那姑娘真是走这条路？你确定你还是天下最强的捉妖师？她身上没有妖气，我感觉不到。靠你了。哎。儿子远点，妖怪，走回家。看来村子里的人对他是又厌又怕。看着村里人的态度，和这姑娘一样古怪。不过，对付没有妖气的妖怪，你没有我在行。不如这次听我的。你又想我干嘛？来，我这里有颗药。你把它吃下去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小七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是个妖怪，你不要去沾他。爹爹，你们为什么都要说他是妖怪？还顶嘴？你爹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还记得你娘是怎么走的吗？啊，你都忘了？你别哭了，不哭啊，吃糖，可甜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，这是糖，我儿子可喜欢吃了。你们是？来，就想问你了，怎么不见嫂子？都是因为那个妖怪。你一个过客，我说说无妨。说起来，那个妖怪就是我娘。我娘在30多年前得了肺痨，花光了家底都没能治好，大夫说救不了娘。您要吃药，您把药吃了肯定会好的。娘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长大，娶妻生子。娘净说傻话，吃了药肯定会好的，娘会长命百岁。好，娘吃药。就在那天夜里，我娘失踪了。失踪？那天我起夜，我想看一眼，药效这么快就过了，发现床上空无一人。那个时候的他连起床都费劲，他能去哪儿呢？于是我叫醒了我爹，我爹叫醒了半个村子的人，村里村外一直找到天明。他消失了？不，那天以后，
是上天垂怜，我一生亲善，从未做过坏事，如今却重病不治，只怪自己命薄，我不怕死，只是孩儿幼小，没了娘，着实可怜。若天地有灵，我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能多些时陪伴小儿，看他长大成年。大人，若实现你的愿望，你付出什么做代价？少卿下令，少卿要什么，只要我有，便全部侍奉给少卿。你就这一个愿望？再无所求。有意思，是人找我，要我图名，要我图利，要我图色，听得我都已经有些烦了。你不求前途，不谈富贵，不请姻缘，只求一个陪伴。是，少卿明察。父皇只求一个陪伴。好，我许你一个陪伴，但同时你也得与我一样东西。请少卿明示，父皇一定倾尽全力。这个东西不是金银，不是珠宝，你肯定有。你可清楚了？是否愿意？我清楚了。我愿意。好，那契约达成。我再强调一下规矩：如果你说出契约，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或者你破坏了定下的承诺，你方才看到反噬了吗？那就会变成现实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哟，变回来了，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不过有些细节我推不通。如果回来的那个女人是妖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她不伤人？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用她儿子的话说，她不让家人碰，但对别人，尤其是对小孩的时候，倒是殷勤，又背又抱的。难道是靠吸别人阳气活着？为什么她不会老？还有，为什么她要寻死？为什么她身上并没有妖气？你为什么那么精神？为什么你不会困？堂弟，我困了，去睡凳子。有让爹睡凳子的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应该给你多吃几颗那个还童药，这样你就多当几天我儿子。小心我把你七寸打断。你以为我是蛇啊？有混元丹了不起啊？你以为我怕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品种。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算得想个别的办法会会她。小泥鳅，有就放。有，变回小孩子。明天我去会会那个女人。你怎么了呀？怎么哭了？我跟我爹出来走亲戚。我去方便，回来就找不到他了，我好害怕。难怪我看你这小毛头面生。你要是不怕我的话，就去屋里坐着，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，好吗？好。来。家里啊，许久没来过客人，所以也没有准备点心。这样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开着门，你不用怕。我去后面园子里给你摘点果子吃，好吗？好。
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万一路上看到找孩子的生人，好确定是不是你爹呀？我叫少宇，我该叫你什么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叫我一声。他碰到你时有什么异常吗？他没有吸我阳气，也没有和我心魄，很正常。你快来看，这是牙齿。这是你们人类的毛发。回来啦！果子来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是姑姑的宝贝。你知道什么是宝贝吗？就是不能轻易让别人碰，怕被弄坏的那种东西。知道，我有一次把我爹存了几十年的酒给洒了，他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对了，姑姑，这个里面也是酒吗？嗯，是我的命。我跟我爹出来走亲戚，我去方便，我出来我就找不到他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啊？懒得理你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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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逗你不逗你。说正事儿。说正事是吧？那个匣子里的东西。你怎么看？起初刚看见，我觉得他是个吃人的老妖婆，吃完留个纪念。但看那里面东西，没有杀气或怨气，应该不是。肯定不是。小雨，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个玩具。哇，好棒，好香啊！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看不出来吗？那些东西。不过就是他孩子的乳牙、胎毛、玩具，是他的宝贝，他不是什么妖怪，不过是个母亲。更何况，你不过是只妖，怎么会懂人的感情？你下结论就下结论，你招上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懂人的感情，我只是不懂你的感情。你心里哪儿哪儿都是禁区，只要一不小心就犯了你的忌。你动不动就给人，不是，给妖上纲上线。凭什么呀？你只不过是个人，你怎么会懂妖的感情？我告诉你，浮云，这方圆500里，不，这方圆1000里，能主动愿意跟你讲话的，除了我，你找不出第二个。但是现在，小爷我不伺候了。你那颗能渡天劫的炼丹。小爷我不要了。
白旗大人，难得您独自出现，那个人呢？不要跟我提他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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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大人呢可是上古真龙，不提那些凡夫俗子。你再说一次啊？不，行行行行，你个死鱼头，在说什么鬼话呢？我们白旗大人啊，可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你不高兴啊？哎呦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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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大人，您开心一点。我们对您的敬仰，那简直就是犹如滔滔江水连。再乱说一句话，我让你们出不了这道门。大人，你是与那人待久了，嘴里的话都串味儿了。大人，这酒您慢慢喝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家媳妇还得白子儿呢。哦，对，我家那几个当儿子还在等我呢。我们先走啊。敢管我的闲事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们这些妖，善良的面孔都是为了目的装出来的，根本就不是发自真心。小心我把你的七寸打断。你不过是只妖，怎么会懂人的感情？药师大人，你怎么？大人突然这样闯进来，是要做什么？姑姑，是你，你竟然！初次。你可能跟什么精怪达成了什么羁绊之约，这个我得再查一查。你方才看见凡事了吧？那就会变成现实。大人，够了，我不该去妖怪酒馆寻你，我后悔了。你走吧，我突然想通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就不劳烦您费心了，你快走吧。喂，小孩，你爹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爷爷。爹爹，爷爷找你。什么？爷爷找你。你是？哎，你谁啊？盒子呢？自己看看。这些东西眼熟吗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娘变得真像，喜欢。娘，你真厉害。哦，爹爹，咦，爹爹，你什么时候又给我做了一个新蛐蛐啊？不是给你的，这个匣子里的东西，全都是我的。对。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你娘把它当宝贝，仔仔细细地留着。我娘，你找到我真正的娘了，快告诉我，
他在哪儿？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他过来了。他就是你娘。妖怪又来了！妖怪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又弄这一出，你到底要玩什么把戏？怎么？带帮手来了，小艺，你误会了，大人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这就走。我不管你究竟是什么鬼，我只求你离我们家远一点。你还嫌害我们害得不够惨吗？啊，小七他娘，就是受不了这些指指点点。小七刚满月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我爹，爹到死，你连他的棺木都没有碰一下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心里装的是什么？是石头吗？你害得我在村子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他们说我是妖怪养大的，他们说我也是妖怪。你为什么还不去死？你为什么还不去死？小丽，真相，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吗？真相，真相有时候就是最苍白无力的东西，说了又能如何？又能改变什么？大人，你帮不了我，但至少可以选择不来伤害我。小艺，对不起，都是娘的错。如果时光能倒回那天，娘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回来。难道我错了？白起大人，这是有心事啊？怎么喝起忘忧草酒了？没什么心事，来一口。大人心意领了，我这把年纪什么都记不得了，既无欢可喜，亦无忧可忘。好一句无忧可忘，竟无忧可忘。我真不骗你，白起大人摆烂了。再么说，小心大人把你骗成自身下酒。骗你，我改行当狗，他那状态丧的呀！当时店里大伙可都看见了。
那天，娘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回来。这就是全部经过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他混得连个妖都不如。可我似乎可以理解的啊。我是被妖养大的。啊？我是被一只蝴蝶妖养大的。什么？我是被一只蝴蝶妖养大的。我小的时候，他会给我做一些很漂亮的玩具，也会保留我的乳牙和胎发。村里人都说，我是被一个妖怪养大的小妖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。我18岁生辰那天，他说他要带我学御剑飞行，我恐高。不过因为他，我愿意学。后来飞行到半空的时候，谁知道他控制了我的符剑，逼我把我的炼丹给他。我熬了18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你那可以渡天劫的混元炼丹，今天就要养成了。你若不想死，就赶紧给我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娘，别害我！娘，赶紧把炼丹给我，给我！他只知道我18岁那天混元炼。不是在睡觉吗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难道我在做梦？你不愿意来这里吗？父华日日谨遵于上仙的约定，从不敢逾矩，请上仙明鉴。你有日子没来了，最近杂事缠身，还请上仙见谅。你身上很臭，为什么你身上有股臭道士的味道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别怕，别怕。你可不是在做梦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许你一个陪伴，就是想让你永生永世陪着我。
还好是梦。就快捋清楚了，傅华不是妖，但问题出在他失踪那晚他经历了什么。他签订了某种契约，代价是从此不可以碰触自己的亲人，相应得到的就是从此不病不伤，不老不死。我不懂他为什么宁可要这样活着，也要去追求永生不死。永生不死有这么好吗？人最看不透的就是生老病死。你换个思路，假设不是他自己不想死，而是那个东西不想让他死呢？走了，去会会那个鬼东西。哼，还是这个东西好使啊，我可不想再走八个时辰回去。装可怜吧，你就你明明可以用御剑飞行。我恐高啊，飞着不踏实。哎，小七他不见了，小七不见了，小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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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想让你永生永世陪着我。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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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七。小七，你在吗？小七，小七，你怎么来这儿了呀？跟我去找你爹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不该待，可是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几百年了。爹娘说在这里等着他们，我一直在等，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好害怕，好孤独啊，好想有人陪。爹娘回来前，你要陪我。小七，这声音好像是傅华的儿子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。你们看到小七没有？你说他呀，我们今早去半山腰那个破屋子里玩了。胡闹，玩什么不好，那有什么好玩的，都回家去。得了得了，那地方恐有古怪，我看我们得先行一步。哎，很近，不必用握镜，我带你啊。圣仙，我求的是能陪伴我儿子长大成人，而不是我也啊。可他终有一日会老死的，只有我们俩才是永生。你注定要永生永世的陪着我，知道为什么选你吗？来找我的人只有你身上的气息，跟我娘最像。圣贤，我就待在这儿陪你等你爹娘好吗？那你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回家？你说他啊，
几个小鬼，天都不亮，我来这里玩道士捉妖的游戏，嚷嚷的心烦，就属这个小鬼最讨厌，居然把这破符纸往我身上贴。上仙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？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他？谢谢，他是你的孙子，哈哈，有意思，你让我放了他，我偏不，是你说的小孩子不懂事，可我也是小孩子，凭什么我就得这么懂事，这么听话呀？我都快忘了能动是这个感觉了。娘说听爹的话，爹说在这里不要动，等他回来。我真的很听话，一动不动在这儿等。可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回来？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听话，这么懂事？上仙，上仙，你要去哪儿？什么？想拦我？忘了约定了？你碰到的血亲，都是会变成石像的。上仙，我求求你，要不这样，你用我的身体好不好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随便用，行吗？不行。我是小孩子，只能上小孩子的身。怎么出去？你居然带着帮手！大人，这个味道错不了，看来又是你这个臭道士在捣鬼。主要是大人，留神别伤了小七。阴念成执，阴执成魔。你被困在这里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怨念不化，变成地缚灵。什么地缚灵？你胡说！野猪林里真有野猪，咱们不应该走这样的小路的。别说这么多了，他已经烧昏头了，不走小路我能赶到镇上，我怕他。他爹，走，快！娘，小宝，乖乖跟着爹。娘去给你采果子吃，别睡过去啊！他娘，他娘！小宝，你在这好好待着，千万别动，饿了吃饼，渴了喝水啊！乖，乖啊！爹去去就回来，你在这等着，乖啊！
我找到你爹你娘了。他们在哪儿？小七，小七，乖儿子，没事吧？啊，让爹看看，没事就好。你为什么只关心他？为什么我爹不来找我？小七，小七，为什么你们心里只有他？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变成石像，陪着我好了。啊啊啊！朱老师大人，我求求你救救小七。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只要你跟着地府灵一起消失，这咒便能解。只有逼着自己，不信，不认，才能撑着自己，好过这辈子。陪伴这个词太重了，你用这种方式给我的陪伴，承受不起。儿子，承受不起啊！娘，小姨，都是你们的错。这样的陪伴，真的是毫无意义。小姨。如果有来生，娘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起开！好了，这事由你而起，也该由你来了结。
所以他是谁啊？他是奶奶。奶奶，哎，去吧。奶奶，娘。奶奶，你刚刚说的那番话简直煽情的不像话。我只是